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现在有民进党党团对于台糖公司预算提案第十八案删减1500万元之决议提出复议，请议事人员宣读民进党党团提案内容。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通过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提案第十八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其他产品制造费用、服务费用删减1500万元之决议提请复议，并请随即处理复议动议，且做成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其他产品制造费用、服务费用预算照原编列数通过之决议。宣读完毕。请问院会现在进行处理，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赞，好，没有异议。好，那我们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吧？有啊，有异议啊，我都有听到因的异议啊。我想讲，哪有可能啊，好无人异议的。现在进行表决，赞成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现在处理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1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53人，反对6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通过。继续处理复议案。请问院会，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可否照案通过？好，有异议吗？啊，有异议，较大声嘞啦，无听你那细声。现在进行表决，赞成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起码是处理。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53人，反对6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决议复议通过。民进党党团提议台糖公司其他产品制造费用、服务费用预算照原编列数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赞成民进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51人，反对7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第32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查台糖公司105年度预算研究发展费用编列2亿2227万8千元，包含研究计划及试验费用4231万3千元。及台糖研究所与各事业研发费用1亿7996万5千元，预计办理33项研究计划及4项委托研究或共同研究计划。据依审计部查核台糖公司103年度财务收支及决算审核通知事项列明，台糖研究所自99年度至103年度预算编列之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经营可行性研究等6项计划及7073万元，为历年皆未执行。台糖公司虽表示前开计划经费系因应未来突发状况而编列，恐有排挤其他研究费计划。其他研究计划经费不利相关业务推动，为避免相关预算执行率过低排挤到其他预算，原提案要求删减研究发展费用2亿2227万8千元1/4。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团要求本案采取点名表决。我们先来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7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林委员竞选声明对晚上的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进行32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7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8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33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105年度台糖股份有限公司预算研究发展费用共计编列2亿2227万7000元。按审计部报告，台糖研究所自99年度至103年度预算编列之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经营可行性研究等6项计划，共计7073万元，历年来皆无执行，显见预算编列时未注意相关执行与否问题，原提案简列新台币50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采取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7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8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来表决第33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5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34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研究发展费用原编列2亿2227万8千元，包含研究计划及试验费用4231万3千元，及台糖研究所与各事业研发费用1亿7996万5千元。预计办理33项研究计划及4项委托研究或共同研究计划。然台糖公司104年度预算案编列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经营可行性研究、企业经营之研究及消费者与市场行销之研究等3项计划，计650万元，为台糖公司105年度仍编列前3项计划650万元，并于研究计划及试验费用下编列其他管理类研究计划106万7千元，为查103年度台糖公司同样编列其他管理类研究计划预算1000万元，亦无执行，显示台糖公司为何是编列研究发展费用。综上，台糖公司105年度编列研究发展费用逾2亿余元，为多项计划连年编列均未执行，显示该公司为何是编列预算有欠妥适，原删除发展研究费用5000万元，并冻结5000万元，待台糖公司提出书面报告后时的动之。宣读完毕。陈委员庭飞声明，庄瑞雄委员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请问院会对第34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现在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采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8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34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8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35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编列研究发展费用逾2亿余元，建请冻结40%，待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后，经同意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采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不派啦，不派啦。没有坏掉了，较慢啦，较慢啦。表决器买添呢？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9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0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先来表决第35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0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36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研究发展费用原列2亿2227万8千元，原提案予以冻结，本编列预算1/10。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采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0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10人，反对50人，弃权0人。本案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我们开始表决第36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10人，反对52人，弃权0人。本案赞成者少数，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0人，反对51人，弃权0人。本案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林委员竞选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37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首先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蝴蝶兰种苗之外销国家以美国及日本为主，小部分销售东南亚等国家，其中又以外销日本数量为最多，占全部外销数量约50%。但近5年销往日本之蝴蝶兰种苗毛利率呈现急速下降现象，100年度毛利率上有30.05%，103年度却降至1.59%，显示日方对台湾蝴蝶兰的需求受到非植物品系的其他因素干扰，更提醒该公司不能过度依赖日本需求，必须拓展其他海外市场。另105年度该公司业务计划中的研究发展项目，已针对蝴蝶兰双梗性及多花性进行研究，以符合欧洲市场需求，以提高台糖蝴蝶兰的竞争力，扩大 Tesco 国际品牌形象和知名度。原提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研究发展费中，6项关于蝴蝶兰相关研究，计630万元，冻结30%。4项经济委员会提出因应销售计划及研究成果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支。
接着宣读民进党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原提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研究发展费用中6项关于蝴蝶兰相关研究计630万元冻结30%，4项经济委员会提出因应销售计划及研究成果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一案，建请修正提案文字为原要求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于3个月内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现在开始处理。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采点名表决处理。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10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8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开始处理第37案。表决顺序为1：国民党党团提案2：民进党党团提案。依序表决，如其中任何一案经过表决，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先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提案，赞成民进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52人，反对7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民进党团提案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民进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53人，反对7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卖海卖海，好，来，我们进行第38，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经济部主管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研究发展费用编列2亿2227万8千元，包含研究计划及试验费用4231万3千元及台糖研究所与各事业研发费用1亿7996万5千元，预计办理33项研究计划及4项委托研究或共同研究计划，为多项计划连年编列均未执行，显示未核实编列预算，原提案删减20%，再行冻结30%，待提出专案报告后时的动支是否有当，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意？好，那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我们现在就先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那么民主进步党、立院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点名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6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5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第38案之表决，
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徐委员致诘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38案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39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编列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经营可行性研究、企业经营之研究及消费者与市场行销之研究等3项计划650万元，并于研究计划及试验费用下编列其他管理类研究计划106万7千元。为查台糖公司103年度台糖公司编列其他管理类研究计划预算1000万元，并无执行。104年度预算案编列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经营可行性研究、企业经营之研究及消费者与市场行销之研究等3项计划计650万元，亦无执行，显示台糖公司并未核实编列研究发展费用，原提案冻结1/2。待台糖公司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所以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我们现在就进行点名表决。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9人，赞成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出席59人，赞成7人，反对52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39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有委员美女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第39案之表决，出席60人，赞成7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0人，赞成7人，反对5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第40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105年度台糖公司研究发展费用项下委托研究或共同研究专项中，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经营可行性研究，预算金额250万元，全数删除。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意？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主进步党、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9人，赞成7人，反对52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40案来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四十案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9人，赞成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41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研究发展费用，其中委托研究或共同研究专项下的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经营可行性研究，预算金额250万元，连续编列5年却从未执行，预算编列嫌未核实，不符合预算编列之精神，原此冻结此项预算，计250万元。待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检讨与改善方案，并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意。好，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主进步党、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9人，赞成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41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41案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6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42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研究发展费用，其中委托研究或共同研究专项下的消费者与行销市场研究预算金额200万元，连续编列5年却从未执行，预算编列显为核实，不符合预算编列之精神，原指冻结此项预算计200万元。待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检讨与改善方案，并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意？好，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主进步党、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得名表决，出席55人，赞成7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计评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林委员代话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42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计评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42案，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计评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5人，赞成7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43案，
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研究发展费用，其中委托研究或共同研究专项下的企业经营研究预算金额200万元，连续编列5年却从未执行，预算编列前未核实，不符合预算编列之精神，原此冻结此项预算，计200万元。待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检讨与改善方案，并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好，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主进步党、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43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四项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第44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105年度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专案计划之新兴计划，架构高雄物流园区产权启动营运投资计划，2亿8322万5千元，系参与高雄物流园区之法拍预算，为兼顾该园区现有员工之就业权利，减少可能之失业等社会问题，另为监督520后新政府经营团队之权责，对物流园区之营运计划书及可行之员工公安制或辅导计划方案，应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再以台糖公司目前事业部营运亏损状况和公司净利主要系投资性不动产及租赁收入，该提案计划预算全数删除。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意。好，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从无表决，出席55人，赞成7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44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7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45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于预算编列架构高雄物流园区产权启动营运投资计划2亿8322万5千元，拟透过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参与拍卖投标之方式，架构高雄物流园区之地上产权，经整修及调整后，由台糖公司进行营运管理，提供与物流业者使用，或供公司内部事业使用。经查，自101年起，持续对相关产业、物流业、货运承揽业、进出口贸易业及制造业之厂商进行追踪访谈，以探寻厂商之进驻意愿。其中部分已签署意向书之业者，表示有极高进驻意愿。为考量该园区产权具不确定性，暂无扩大进驻面积之考量。更有业者表示，有承租更多理货空间之计划，唯因该园区产权不明，原不再增加投资相关营运设备。显示产权未明，对该园区之发展极为不利。综上，建议酌予冻结1/2，是台糖公司研议并积极处理，尽快解决多年园区产权未明之争议，并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4人，赞成7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7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45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45案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7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4人，赞成7人，反对47人，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报告委员会休息10分钟，现在休息。